Baile Tropical.其实很多 NBA 球员都会有嚼口香糖的习惯，我自己经常在比赛的过程中嚼口香糖，有时候在罚篮的时候你会情绪比较紧张，但在这个时候你会想起你想嚼口香糖嚼绿箭，然后就会放松跟心情。放松压力，